前段时间我没挖折耳根，没得收获。今天我带朋友去看了，折耳根都冒土了。我们今天又打算去挖，今天晚上我们要办一大盘。我拿了三个工具哈，妈一个，大姐一个，还有我一个。走。大姐，工具哪来的？我没挖折耳根嘛。快把点出来了，要好多，挖不起来。看嘛。哎，这么多啊！今天挖一大盆可以吧？野虫哦，野虫子吗？我给妈也拿一个工具，妈呢？妈，我给妈送个工具去。我看那操场里面有没得？哇，那好大胖子，看嘞！哇，好多！你在弄摔跤了咯？你们要不要吃橘子？我拿你，哪个要吃橘子？我不要。哎呦，把衣服裤子给我整完了。给你们两个拿个干粮。我去挖锤子了。青妹儿，你挖嘛，把别个那个田坎挖断了呢。挖断了，我就悄悄回去了。他们就钓不到啥个挖的。嗯，把监控安起来。电力好大个，看到没有？我们今天晚上又到二里那儿吃饭。对啊，你不是在挖折耳根吗？晚上拿过去洗了，我们凉拌起，跟他打平伙。你这个家伙好狡猾哟，折耳根还别人大鱼大肉哦。还行吧，我。有两只吧？不是。看，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收获，一兜兜。走，我们回去了，回去弄饭吃。我们先把这个折耳根理出来。今天的收获不错，今天挖的应该有两斤哈。嗯，有。我现在去把它洗干净，已经理完了，待会儿来把这地撒了。这衣裳撒整了完了，你看嘞，这妈两个洞看嘞，他们啥子晓得？弄的啥子火盆喽？哎呀，都是垫子。看，没得衣服裤穿了。没有，没有衣服裤穿了。冰人不？为了吃嘛，要忍到喽。嗯，怪不得那个字写得很。忍住一把刀哈。不是，一个女一个子。要把这泥巴好生洗几遍。好香啊，这个味道，这个是我们每一年熟悉的味道。你来背吗？嗯。你背凉菜比较好吃噻。都这么说的。生抽、醋、油辣子，它没得花椒面哈，盐。你在偷吃啊？我先尝一下试吃哈，味道怎么样嘛？自己拌的。还吃两口，你再吃没得了，到处掉起。味道可以、啊。我们留点噻。看一下折耳根的味道。这个嘛，应该没得了，对吧？嗯，听起来都好脆哦，好不好吃？是
好吃，你本就不好吃。好吃。嗯，汤才好着吃的呢，爸爸也要这个呢。嗯这碗这个留给你的，我们老碗都吃完了。你挖那菜也辛苦了，专门给你一碗。